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龄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是。另外，注意使用 GIF 来吸引注意力，并引导观众注意诸如号召性用语或向上滑动之类的内容，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同时也可以考虑在快拍中添加 AR 和 GIF。AR 和 GIF 贴纸现已广泛用作 Facebook、Instagram 和 Snapchat 上的 Stories 相机的功能。三、整合团队资源，探索品牌快拍的内容方向。当快拍集合视频、文本、图像、GIF 等多种内容方式时，它的效果才能达到最佳。因此，期望一位负责社交媒体运营的同学具备所有这些技能是不现实的。需要你整合视频拍摄团队、平面设计团队等不同背景的人集思广益，从创意产生到内容的制作，共同创造令用户眼睛一亮的内容。快拍的创建不难，但你需要不断测试以找到符合你品牌定位的内容创作方向。例如，对于一些软件产品，你可以创建教程，向人们展示如何使用您的产品；对于高科技公司，可以展现员工日常生活，让用户了解公司文化，拉近与用户距离。比如抖音上小米官号，就通过展现小米员工日常搞笑的方式展现科技公司另外一面，增进用户对品牌的亲切感。对于电商等产品，可以通过主持定期节目或挑选客户感兴趣的主题或常见的问题的进行 QA 问答。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说到视频输出，很多人担心视频的制作不够精美，价格太高等等，都是传统视频营销带来的刻板印象。快拍其实没有必要太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卫报发现，在快拍中，不太精美的内容比大量制作的精美视频效果更好，因为真实与互动是快拍的精髓，因此你不必担心内容的制作质量。相反，只需用手机拍摄并专注于创建引人入胜的描述就行。更多的玩法等大家一起来探索，欢迎留言交流。题图来自 Unsplash， 基于 CC0 协议。